迎回到新闻 Talk Show。 零股交易除了可以赚价差，长期可以存股之外，没有想到小富爸爸还可以增添很多的生活乐趣，因为你借此拿到了好多的股东会纪念品，对不对？对啊，这个是一个小确幸啊，就是对小资族来说是一个小确幸。其实几年的股东会下来，我们在非凡做新闻的时候，我们发现观众朋友最有兴趣的还是纪念品，比如说每年的中钢啊，中钢的雨伞，雨伞，哎，我们家附近钢杯，每次那个发放纪念品的那个小店门口大排长龙。今天小富爸爸带来他的珍藏来帮我们秀一下好不好？好，今天带来的像这一家是叫信邦哦，他的这个股东纪念品，它是一个 LED 的灯。信邦啊，哦，电子这其实因为灯光哦比较亮的关系，这还有一个小夜灯，它是七彩的。七彩的这个灯呢，它是三段式可以调。哦，可以调三段，这还有小夜灯。OK OK， 对，这个是信邦的，这个也很好。这个当初买一股多少钱？大概几十块，一股才几十块哦，几十块就换到这个，对，对，好满足哦，好满足哦，对，那再就是像元大金哦，元大金这个也不错，它这个是一个，这什么警棍呢？对，你看啊，不是警棍，它是手电筒，你还可以伸展，还可以伸缩，哎，也是 LED 的，找东西有东西掉到那个桌子椅子底下很好用。对，然后重点是还能旋转，哇，这个很炫，这个很炫。那他们很够意思哦，他们付保证卡。品质保证 ，OK， 很有诚意。一股大概是十几块，对，十几块钱，是十几块，所以一样是十块钱就可以换一个手电筒，一颗卤蛋可以换到一个手电筒。那当然是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中信保全，中信保全，今年最夯的，对。那个 logo 不是双人牌吧？对，是双人牌。这个是双人牌，对，是双人牌的指甲剪。哇，双人牌最有名的指甲剪，这个是一样。这个一个市价大概。上千跑不掉吧？对啊，要了，对啊，那德国的产品嘛，好有诚意哦，双人牌的剪刀。但是中信保全的股价比较贵啊，一股大概要八十几块，多八十几块，八十几块可以换到一块一千块。双人牌的指甲刀，通常小布包，你觉得哪？你看你已经买了这么多年，操作六七年，哪一些公司你觉得股价的成长性不用担心？而且每年的股东会赠品都还领得不错。其实一般来讲是股本不要太大的，股本不要太大是我们会比较列优先的那个标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样，如果说你还要赚那个就是投资的价差的话，然后你又兼顾就是纪念品的收益的话，很多就是中小型的上市公司老板，因为股本太大，大牛股就不太动，对不对？但是他们一样都会给哦，像中钢就是每年大型股是每年都给，那中小型就要看那个上市公司的老板的想法，其实还蛮多蛮够意思的，他给你的。台积电不给，没有给纪念品。好公司有的反而不给，像我这边补充一下，我个朋友呢，他专门在收集什么？他专门收集那种所谓董监改选，譬如说明年要董监改选，我们知道说董监改选有时候都有行情，对不对？董监像今年的大同不是股价就大涨一波吗？很多董监改选的股票，那他也去买那种董监改选的公司，因为每一年董监改选的时候，有时候征求委托书的时候，哇，那奖品之好，这真的是很好的时机，去找那些要董监改。老板已经很大方了。对，你知道有一年不是这个还某家公司送了这个咖啡壶。哦，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甚至我领到最好的一个礼品是这个开发金。开发金有一年董监改选他送银币。一颗银币真的是一颗银币哦，所以你知道说，如果你可以选那种明年要董监改选，那你就可以买个这个几股再赌看。但是董监改选呢，比较不好的是说，它不像零股，零股的话，它买那种不像一般的股东会，股东会的话是你可能零股有的会让你买，让你去拿礼品，但是。这个所谓的有委托书的，尤其董监改选，你至少买到一张，但是那种通常股价也不会很高了，但是你往往啊。可以赚到价差，又可以赚到他的礼品。对，你看有这种股东会纪念品零股交易，就算价格没有涨太多，拿这个东西在家里面也挺有乐趣的。对啊，没有错啊，可以减轻你的生活支出。原来零股交易除了拿到股票之外，也挺有乐趣的。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请两位专家做总结。庆隆，你觉得零股交易有哪一些重要的诀窍？既能够赚得到价差，也能够享受到接下来存股的一些投资报酬呢？其实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标的的选择啊。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啊，其实投资啊最重要的就是你找到一个好的公司，然后这家好的公司可以跟你长相厮守，不管你是零股交易或者是你整张交易下去买的话，都能够创造不错的一些财富的一些效果啦。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整个的未来的趋势产业中，其实一直提到的跟 AI 有关的，跟电动车
有关的，甚至跟这种机器人有关的，其实都是大家可以去选择的方向。好，其实不难想，刚刚哦，在青龙在讲的时候，我脑袋中就是好多好多的黑马股的名单，是从你的建议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定期定额的话，如果我们去找很多这个专家来比较定期定额的人，或者说买这种零股的人，跟一般投资人的这个投资报酬率，我们赫然发现哦。你买卖零股跟这种定期定额的投资报酬率比一般的投资人要好很多哦。为什么？因为一般投资人你在每天上市柜买卖的交易里面的话，你很容易被冲昏了脑袋。对。但是那个零股交易或是定期定额，它的速度比较慢。对。速度比较慢的时候，在多头行情中间，你反而可以抱得比较久。所以我觉得，像你可以利用这个账户，如果你过去因为当冲这样赔很多钱的话，那你不妨用这种所谓零股交易或是定期定额的交易的方式，慢一点，通常在多头市场中间抱久一点。可以赚比较多一点的钱，以小博大，用小投资创造大财富。今天相当感谢三位特别来宾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资讯，请锁定下个礼拜的新闻透秀，拜拜。